跟着音乐节拍，在老师的带动下，大小朋友们开心的跳起活力操，炒热会场气氛。为了推广从小阅读，并且增进亲子情感，台中图资中心特别开办亲子阅读营，在成果发表这天，还安排互动闯关游戏，邀请大人小孩一起到场，感受欢乐氛围。利用时间啊，做一些劳作啊，因为这边课后都会做一些 DIY， 那会引起那个小朋友除了阅读的兴趣以外啊，还有可以从事那种动手下去 DIY 做做看。会爱上阅读，而且从小看就是经由这些活动，从小爱上阅读，他会自己喜欢翻书，培养阅读好习惯。并不是说真的要展现一个什么成果，而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，让这一些已经参加过的学员回来，回娘家的意思。那另外也让还没有参加过的人来这边，趁这个机会啊，看看这些参加过学员的他们的表现，还有就是说，也为我们明年这个活动来打响这个知名度。广方表示，亲子阅读营开办以来，获得许多家长热情响应。透过一周一课程的方式，以中英双语的课程教学，并且搭配馆内的绘本故事书，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。而老师也特别趁着成果展的时候，邀请两位小姐妹上台分享绘本故事，优异的学习表现也获得众人赞赏。因为以前他们都已经上过了两期的课程，那现在他们就很感兴趣。那我持续大概三四年左右，有陪着他们一起做阅读，那孩子们都很喜欢，觉得还蛮好的。然后借由这个机会，可以让他们稍微可以大方一点去表现这样子。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，就是希望可以给孩子们很多的语言上的刺激。那虽然他们是从小虽然说是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你给他很多的 input，那时间到他就会有很多的输出。广方也表示，学龄前的孩子对图像和语言都还十分好奇，因此透过课程的专业引导，不仅能够搭起亲子间的互动桥梁，无形中也为孩子的阅读习惯提早打下根基。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。